梦见发大水是什么意思？发大水是一场灾难，我们生活中都不希望出现，那样会带来很大的损失。那么梦见发大水预示着什么呢？已婚女性梦见发大水，并是近期在金钱方面比较充裕，会有一些不错的进账，但是要谨慎妇科炎症的复发。已婚男性梦见发大水，必是近期因工作顺利完成而受到老板赏识，有升迁或者加薪的机会。未婚的人梦见发大水，必是近期会碰到异性并对自己产生好感，建议不要立即做决定，要多接触交流。求职者梦见发大水，必是近期虽然机会很多，但总不能令自己满意，或者是工作内容不符合自己的标准。老年人梦见发大水，预示梦者近期健康状况比较平稳，但是要小心肢体上的受伤。